起。诸亲送福，敬谢宾朋，新人鞠躬。青丘送贺，祝龙主、龙主夫人新婚大喜，六里继承，良缘遂地，龙主及龙主夫人大喜，福延青丘。诸位皆知，我与天耀取得了国主夫人留下的青丘秘宝。幽冥赋。今日我与天耀大婚，大喜之日，我请严先生在此示意幽冥赋，让诸位皆可共赏此秘宝。共赏？龙主夫人与龙主，这是要在今日将幽冥赋公诸于众。啊，幽冥赋，这当真是幽冥赋。严先生，请您示意幽冥赋。好，老夫今日便当着诸位的面一此幽冥赋。当真要一？就在这里吗？的检验严格，参加。竟然还有此等好事！公子当心，封锁出口，谁也不准走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这怎么让我们走啊？这简问题呢？有了默契，老夫怎会认错你？昨日偷幽冥赋的果然是你，正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夜有人想偷取幽冥赋，严先生在他身上撒下了墨汁，如今贼人抓住了。先生放心，可见明日大婚为由，请王宫所有人前来观礼，然后瓮中捉鳖。那贼人明日被迫来参加婚礼，定会提前防备。站住！放手！是的，冲动了。这殿内有童叔的气息，那严先生没有抓住的贼人就是童叔师。对，贼人若混过严先生的检查，我们必须有另外的方法逼他现身。龙主是想引蛇出洞吧？那人想偷幽冥赋，定不想幽冥赋被他人所知，待他出手便可当场捉拿。好，老夫今日便当着诸位的面一此幽冥赋，只是要保护好这猫鼻镜。